香港嘅泰国菜就多到好似七仔咁样，梗有一间喺咗紧嘅。谂起以前读书嗰时咧，成日去九龙城食嗰度嘅泰国菜啦，咁就系贪佢平民餐啦，大大份，有辣有唔辣，任君选择。嗱，我知嗰啲梗系唔算系好正宗，因为边有泰国菜会卖埋肉骨茶啊、辣沙肉串啊、越南米子卷，甚至扬州炒饭都有添。其实他们早就已经融合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菜式和迁就了粤菜的口味了。我想那些餐厅最泰国的位置就是他们门口那只大笨象和佛像。但原来香港有仅此一间的一星米芝莲泰国菜，新鲜滚热辣，今年2020年才刚刚上榜，还开在一个相当实食的位置，就是在大馆的这一座以前是厢房建筑物的一楼。其实我一直以为这里楼上楼下两间都是酒吧来，我细估不到原来全港唯一的米芝莲泰国菜就隐藏在这个一点都不起眼的楼梯之上。它没有大大的招牌挂在外面这样的，所以除非你是有心去找，否则你真的不会无啦啦撞上去这样。好了，现在插回三个月前拍的旧片来回味一下这个传说中的古朴泰国菜。餐厅名在泰文入面解做食物咁解，入到嚟发觉噶啦，餐厅面积唔大，但座位布置得相当松动，成间餐厅望落得六七张四人台咁大把噶啫。咁啊，装修风格系几 modern 兼且简约嘅，唔好话见唔到大笨象同佛像啦，连一啲九龙城泰式风情都揾唔到啊。其实望落系有啲似食西班牙菜或者意大利菜嗰啲嗰款餐厅咁样啦。嗱，唔好误会，呢个系一个赞美嚟嘅。因为我觉得这种时尚简约风格起码望落都挺开胃先，而更加开胃的是这里有个露台座位。我 book 台的时候特地要求希望可以坐露台，这里是有额外再多五六张四人台样的。原本我以为因为楼下是一间经常 full house 的酒吧，我以为站在那里会挺吵的，但原来发觉又不是很应声，是那种正正常常坐户外会听到有些热闹有些人气的那种声量，不是说 annoying 的。那这样的话坐在外面当然爽过坐入面很多，你一来既可以吹着自然风，又可以望着百年古迹大馆来吃饭。那我觉得大馆算是香港入面活化得最好的古迹了，你既聚到人流有活力之余，但又不喧闹，是挺有格调的。不过可惜啊，嗰日落雨啊，所以唯有都系坐翻入面啦。好啦，嚟睇下餐牌先。呢度系有 tasting menu 嘅，咁每位788，有三道前菜同埋五道主菜，另外仲有甜品添。嗱，如果以份量同埋佢已经摘咗星嘅身价嚟讲咧，这个价钱算平噶啦。嗰晚我哋同朋友一共有三个人啦，所以就嗌三个 set。咁我再额外试埋佢哋嘅 wine pairing， 就再加多380蚊。嗱，呢 part 咧就同成个餐个价钱相比之下咧，有啲贵啦。如果散叫嘅话，主菜价钱大约徘徊喺200至300头左右。咁佢每个主菜都会跟荷叶饭嘅。嗱，主厨嘅来头唔细嘅，佢打理嘅一间喺曼谷嘅餐厅，曾经勇夺亚洲50最佳餐厅嘅第一名。而他本人都拎埋50佳餐厅的终身成就奖，去表扬他肯去钻研，去发掘一些隐藏在泰国古文献当中已经被世代遗忘了的食谱。之后他再跳出来自立门户，两年前就开到来香港了，揀着大馆这个漂亮地方来大展拳脚。好了，入正题先，先上计一款一口 size 的开胃小点。嗱，个切成一个三角形好的色嘅菠萝，上面就放咗啲免治猪肉同埋虾肉咁样。辣嘅主调贯穿咗果甜味同肉嘅甜香。嗱，呢一啖小点我嚟送走咧，真系一流嘅。同埋呢一个风格嘅配搭都预示咗，其实今晚其他送菜嘅 style 都系咁嘅，好层次好丰富嘅。三款前菜一齐上，梗系先嚟试下件脆口啲嘅先啦。嗱，呢件系有啲似嗰种粤式米子卷嗰种啊，个内层有啲葱蒜嗰种辛辣嚟烘托翻虾嘅爽脆鲜甜，但外层就唔系薄到半透明嘅米子啦，而系用一层蛋香十足兼且脆口嘅蛋网嚟包住，嗰种薄嘅程度有少少似蛋卷嘅，但又冇去到咁脆口嗰种。下一样前菜，原本想话拨开料俾大家睇下粒北海道大子嘅真身有几厚啦，但佢似乎已经同材料融合成一饼嘢咁样噶啦。
size 咬落中规中矩啦，我觉得个蒸个火候仲有进步嘅空间啊。不过话说回来，即系原来咁样加啲红咖喱同埋罗勒叶去蒸嘅话咧，系会令带子嘅鲜甜容易喺辣味当中突显出嚟嘅。呢个配搭又几趣致，即系食开粤菜嗰种蒸，嗰种蒸带子咧，咁样食法又真系几特别嘅。至于第三个前菜呢个烤鸡串，我觉得稍微有啲失色啦。个风格系够晒贴地啊，不过质素都同街边档系旗鼓相当嘅，就系有啲干，有啲老咁样咯。再加少少佢配嘅嗰个辣椒汁，都冇令到呢一件平平无奇嘅鸡肉有啲咩特别嘅气息咁样。跟住落嚟嘅主菜环节系五款主菜一齐上啊。嗱，呢度嘅风格有啲似之前介绍过嘅一间叫 New Punjab Club 嘅餐厅系几似嘅，即系嗰间全港唯一嘅米芝莲一星印巴菜。嗱，两者嘅菜式都系设计货大家一齐分享咁样嘅。咁呢度另外仲有荷叶饭任装啦。咁我就拣一款望落最唔辣嘅呢个蒜香瓜藤炒豆腐嚟捞饭先。嗱，佢哋瓜藤啊炒到好香口嘅，食落系爽脆唔硬嘅，兼且有微微带甘嘅后劲咁样。而啲豆腐咧吸晒啲汤汁当中嘅蒜香味啦，所以呢一道田园风味嘅小炒送饭真系一流。咁食咗啲饭打好个底之后咧，我觉得下一道一定要食嘅就系呢个煎鱼啊，煎鱼一定要趁热食。嗱，佢哋个鲈鱼系煎到好酥脆嘅，你用匙羹一介落去嗰刻就明噶啦。咁呢份个辣味一就唔算好突出啦，反而系嗰种酸酸甜甜，食落好开胃嘅。鲈鱼外脆内滑。表面咬落有少少刺口咁样啦，而入面嘅肉汁咧仲保存得好好啊！嗱，呢个煮法系令我谂起平时食开嗰啲叫咩糖醋松子鱼啊，两者我觉得有七成相似咁样啦。嗱，不过讲开又讲，其实东南亚地区系好多时候煮嗰啲酸鱼汤都会加啲罗望子落去提升鱼嘅鲜味咁样。哎，估唔到佢咁样用嚟煎鱼加落去嘅效果咧有几好啊！呢碗仲剩翻少少饭，咁用呢个咖喱汁嚟捞埋佢，食埋佢先。呢个系一个柏能咖喱啊，柏能咖喱个口感系几顺滑嘅，而佢个香料嘅底蕴都好浓厚啊。经过椰奶嘅调和之后咧，就可以我嚟捞饭啦。食落系又甜又香嘅，好好食嘅。不过呢度啲饭讲开又讲得真系好鬼香，系不知不觉间已经食晒呢一 round 噶啦。三个人都话唔够喉，三个人都嗌住要添饭。添完饭之后就嚟试下第四款主菜啦，呢一个泰式生菜包。嗱，佢哋个鸭肉碎啊炒到好香口嘅，但又唔干身。咁啲生菜咧切到细细块咁样，够晒就真啊！佢用清爽可口嚟配香辣野味呢个组合，系好简单，但又显露到佢嘅功架嘅。嗰啲鸭松嘅辣咧系悠长嘅，因为之前一直系俾生菜压抑住啦。你食到半老，你先开始发现嚟料啦。好啦，咁最后呢碗对我嚟讲咧，就真系打大佬啦。一下你去到中间咧，就会熟啦，你个口就会唔会再？唔系啊嘛，我连呢啲菜嘅包，呢生菜包我都觉得唔掂喎。但系你嗰啲会唔会食？我咁即系一次佢辣死咗噶啦，冇感觉之后就，我试下先。我觉得应该会 OK。味三分一斤。等耐啲先。冇乜嘢喎，幾酸，唔係其實個酸甜平衡得幾好。係啊，好好飲。O K， 唔知係咪因為即係冇咁熱，所以個揮發程度冇咁嘅咧。我而家都覺得個湯，我成口都係辣嘅。O K， 我未覺得話好攞命嗰種辣，未覺得。嗱，呢碗酸辣湯好嘢喎，佢個後勁係成分鐘之後先慢慢咁滲出嚟。你見我啱啱初頭仲讚佢話啊，佢甜酸平衡得幾好啊咁樣，即係換言之，我仲未察覺到佢嘅辣嘅元素喺入面啊。但當我食埋只苦蝦之後咧，佢個辣嘅爆發力就開始湧出嚟，係源源不絕咁噴出嚟，跟住辣到我係咁喺度咳啦，咳到飆埋眼水添，要狂灌水先搞得掂。所以呢碗湯我淨係飲咗兩三羹啫，之後就成碗湯俾咗多多飲噶啦。今餐除咗碗湯之外咧，其他所有餸菜對我嚟講都算係易入口嘅。但个情况就有啲似你有时去沟酒饮，但又饮得好快咁样啦。你初头唔觉嘅，但一停落嚟冇耐咧，嗰种辣嘅余韵就上头噶啦。
金针我系好 enjoy 食得，因为菜式佢系好有家庭菜嗰种地道嘅风格，入面唔少都系玩紧系酸辣甜呢三者嘅互相平衡咁样。但佢又唔系一个好单纯嘅绿叶扶持大红花嗰种咁直接，而系有时你入口嗰一刻系酸嘅，但辣嘅余韵咧就喺暗处嗰度蠢蠢欲动咁样啦。又有时咧，你一入口嗰刻觉得佢系辣嘅，但当你口水一涌上嚟，配合埋佢甜嘅后劲。咁样咧，又食到几羹饭咯，所以金针饭一直都系好好胃口嘅，你去到甜品环节都一直觉得系有一种意犹未尽咁嘅感觉咁样。咁去到甜品啦，咁个甜品一上嚟又系一次上三款啦。嗱，呢个椰子饺佢嘅口感系有啲似 mochi 嘅，个内层就包住啲椰肉啦，而表层啊渗一啲椰丝啊表面咁样，食起嚟甜而唔溜嘅。但呢道甜品同之后嘅呢个芒果糯米饭食起嚟咧，对我来讲还有些额外的冲击性，因为其实我不知不觉间是辣到有点麻了，即是你一吃甜的东西就好像淋些冰水下去，已经辣到辣晕了的味蕾上面样，你想不想象到那种有几顶人的那种感觉。讲回这款糯米饭，它不单止是带有些微的咸香味，只有那种微微的脆的。咁佢啲芒果虽然唔酸，但又未去到话好甜好多汁嗰个地步。如果作为一间米芝莲餐厅，我对呢一份压阵嘅芒果糯米饭咧，会有再高啲嘅期望。好啦，咁再嚟睇一张单啦。咁啊，三份 tasting menu 嘅套餐啦，我再加咗 wine pairing。咁啊，临尾再嗌多两款茶嚟冲一冲口腔嗰种辣。咁啊，连加一，最后就3223。我觉得三个人吃这个消费是物有所值的，因为吃得相当满足的。而整餐饭它没有很浮夸的摆盘，也没有哗众取宠的配搭，个卖相是很平实的，而在主菜环节的味道的层次丰富得来，那种层次感的递进是丝丝入扣，是有回响的。我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吃辣，也对他们一味只是用个死辣来掩盖食材质素低劣这个做法比较反感的人，但今餐我只能够话，真系辣到我啲念念不忘，好似啲饭贱咁样听落。好啦，咁啊，今年咩嚟啊呢度啦？觉得啱睇嘅记得分享、赞好、留言同埋订阅呢个频道。我哋下期片再见。